问一下三位推荐官有没有看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他们的 rap 表现，然后因为他们开始 rap 内卷了嘛，能不能评价一下他们的水平？评价不了，评价不了。这个疑问的他们三位是宝，属实是这么黑怕的三个人，这个时候怎么能行呢？对吧？阿宝，要不你先从一下，比我厉害，都比我厉害。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位，主要是我真的没看。